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上海豫苑黑市商人冯绍峰跟刘亦菲消失的原因啊。先打开一下这个国服文件，然后大家记住一下这个代码931053。好，冯绍峰。还有931054是刘亦菲，但是我要跟国外的网友解释一下，冯绍峰和刘亦菲都是我国内地的演员，但是刘亦菲是女演员，所以她不是男的。然后我们去到 etc 这个文件，etc。然后找到 NPC location，这个在下面，然后找到这个931053，那么可以看到它开始的时间跟结束的时间。开始时间是2015年9月16，结束时间是2020年12月29。然后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就8点到10点，所以理论上就是日期的问题。然后的话，台服是没有上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日服。同样，先找到 NPC location 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日服就不一样，开始时间是2016年9月16日，然后结束时间是2029年12月29日，开始时间8点，晚上的11点结束。就是说，日服它已经修复好这个问题了。然后再来看东南亚，东南亚也是有日服，有这个上海豫苑的。这个 etc NPC location。好，上海是没有啊，这个东南亚他们没有修复好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也会出现消失的问题，是因为它结束时间还没有延长。然后看一下国际服。国际服也是，他们是没有延长这个时间，所以它也会出现消失的问题。然后他们这个开始时间是6点，然后晚上的凌晨2点，他们这个时间会长一点，所以这就是他们会消失的原因。所以接下来的 bug 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延后一下。